这个成色不错。好，来。好，吴掌柜，总共是202斤，多出2斤。那算小娘子送我的啊。拿走，拿走。好，那后边卸货。好嘞，车我一会儿来取啊。哎。小娘子。你看啊，这是飞钱，飞钱是这样，任何一个铺里的账房呢，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现钱啊。哎，往这儿走2步，借势钱庄，拿着飞钱到那去兑，啊，多谢吴掌柜，好，快去吧，啊，快去吧。来花伞，这是花伞，娘子来看一看呀，花伞各种颜色都有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掌柜，这周围有什么卖？小孩喜欢的东西吗？吃的、玩的，或者花布料也行。我看那好多店。飞钱是假的。这前面五 G 生药铺开的，那不可能是假的。您再好好看看。你看这印章，一看就是假的，假的就是假的。我管你从哪儿来的，跑我这儿骗钱来了？啊，不是，滚！我去问问，我去问问。滚！吴掌柜，喊什么喊？吴掌柜在里面会客，小娘子有什么事吗？我找吴掌柜。哎，你这找吴掌柜？先让我去通报一声啊！那你快去。哎，关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曹大，我找那个吴掌柜。找吴掌柜。这就是吴掌柜。不是这个吴掌柜，不是这个吴掌柜。就这一个吴掌柜，我与吴掌柜是旧识，今儿下午来与他叙叙旧。哎，那对了，你不是出来卖货吗？你的货呢？不会都卖了吧？不是这个吴掌柜，有一个吴掌柜，他跟我说，他跟我说给我一张飞票，让我去前面的钱柜去换现钱。我把货都给他了，他已经全部拿走了。不是这个吴掌柜。你等等，你说的是吴阿祥。他之前是给我送过货，他因赌钱欠了一屁股债，已经很久没来送货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今日铺里缺一批珠宝料，吴阿祥说他有货，是我的货、哦。他说有货便带人来送货了，这已经盘了货，也结了款啊，这钱已经给吴阿祥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你带我去找吴阿祥。等一下，你是说你把货给丢了？那可不是你的货，是商队的货。我知道。你知道商队攒着202斤的废料要多久吗？如果这件事交给我办，我很快就能办成。但是，这第一次你怎么知道202斤？曹大，你怎么知道是202斤货？不是，哪那么多废话？你丢了货就要受罚，给我带走。曹大，你为什么知道202斤货？你陷害我！曹大。报告堂主，十鞭一大碗。因小利而吃大亏，盲目自信，听信他人，乃伤人大忌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滚回底层，继续做你的利人。蝼蚁，只配人人宰割。帮主，可否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？还不死心呢？求郎主给我一次机会。若是你做不到呢？若我办不到，任凭处置。好。明日酉时之前。